好，他现在来隔三胡，大家来大家来搿次疯狂期间，屋里向来开销。我呢迭个人呢，一直是老马大哈，可以搿是搿能介，老大条，老粗心，就是讲买物事对伐？欢喜了就买，我勿记账的，我只要屋里向钞票够用，那勿是好像乱用不用。就是讲我呢是基本上是勿记账的啦。那么来搿次疯狂期间呢，尤其是来三月下旬开始，哎哟，团购，买物事是买了蛮结棍的。葛末我勿记账，我哪能晓得呢？现在侪是手机支付嘛，那么微信账单拉出来了，对伐？勿看勿晓得，一看也吓一跳了，两个号头勿到点哦。我从三月十二号开始算，用到五月四号。已经用脱8000块了。葛末三月十二号前头哦，也抢购了一眼物事，也算了一部分。现在跟大家汇报一下哦，从三月十二号开始呢，到三月三十一号呢，我的开销呢是2688块。那么辣海这个四月份的开销呢是4929块。那五月一号到五月四号呢是452块。那么搿三个号头加起来呢，是7999块。搿7999块是辣眼啥物事呢？我自家列了一列几个大类哦，好了，一个呢是水果是大类，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点心，包括种芭比馒头啊、馄饨啊、粽子啊、春卷啊、葱油饼啊啥物事，那搿是第二大类。第三呢就是面包，也是属于点心之类的，对伐？牛奶、燕麦奶。搿之类的呢，也属于比较多的。那么还有米、肉、咖啡、狗粮，还有光明村的熟菜，还有么蔬菜包。那么我夯巴啷巴啷算了算，搿眼物事呢是6469块。其中呢，水果要占脱1773块，因为伊勿好是另买的，伊一买就是一箱。有辰光蛮多的嘛，我也想多吃几种品种。再讲小聚还一道吃嘛，对吧？西瓜买了3箱，猕猴桃1箱，栗子2箱，桑梨1箱，奥菊1箱，芒果1箱半，跟人家分的哦，香蕉、苹果。水果是大头，要用它1773块洋钿。各种各样的点心，馄饨、粽子、春卷、葱油饼。各种之类物事呢，是646块。啊，我来呢，面包、吐司317块，还有牛奶、燕麦奶、鸡蛋533块，米200多块，肉200块，咖啡跟另外一种奶加起来呢450块，狗粮200块，光明村团的蔬菜团了两次是577块，卷筒子皮草。那么搿能样子的缺口呢是6469块，葛末我是用脱7999块了，减脱6469块呢，我还有2000多块的缺口。哎呀，我想不出来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，因为伊快端端啊，各种物事侪勿是没明显的了。我后来想起来呢，十号辰光呢，阿拉解封了半天，我到小菜场去，大概抢购了大概毛800块的物事，葛末搿只物事呢，我是快端端里向反应勿出的。那我拿搿单算进去800块，葛末还有得1000多块的缺口。葛末1000多块缺口呢，我也觉着是蛮正常的，因为我没仔细的记每一笔账，用出去就用出去了，那样子2个号头勿到几日天哦，用脱7999块。葛末搿其中呢，还勿包括我昨日刚刚付脱的1500多块的水电煤，3个号头。葛末哪能会得？水电煤加贵呢，因为我2月份到3月份半个号头里向呢，我电暖开了海，煤气费要用通我800块。葛末搿搭加起来，对伐？就讲水电煤算进去呢，等于要9000多了，1万勿到底。我呢是觉着自家呢，一般其他物事呢，侪是老，侪正常需要，我就觉着这个水果呢，我是囤了多了眼，因为光明村少得买了多眼，其他的点心咯啥的，就是讲勿是封控，我也要买了。那么价钿呢是比平常稍微贵了眼，晓得大家这个网友不晓得屋里向的开销哪能啊？大家一道来那个下头留言啊。
那么大家觉得我搿眼开销属于居还是勿居？那么大家屋里向啥开销哦，就留言，大家一道讨论讨论，阿拉搿次的这个封控了屋里向的生活情况哦。我想再过几年，等阿拉自家再老了，再看看怎么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谁能年少不痴狂不自闯他，就算月有银河圈，就算人有悲欢，谁能够不扬梦想着长发，珍惜为我流的泪，珍惜为你的岁月，谁能